门上台跟他们一起互动吗？哎，是不是抽完了再一起公布吗？还是？其实都可以啦，那他一起抽好了。好，其实你们都看不出来，每一张都长得一样。粉丝们记得你刚刚有丢进来的吗？里面应该有蛮多人的。哇，为什么有听到哇？来，我来偷看一下，好猜吗？为什么难猜？来，我们工作人员来帮忙一下，帮忙他们猜一下。他不小心把整张给撕破，可以吗？看着，已经有人打开了。我打开。来来来，我们先来公布一下，配对到的是编号是，这是18还是13？13号。13号，编号13号的粉丝，你有在宣称吗？拍照券哦，是拍照券。拍照券，你上面13号的。13号。哎，你们跟三个上蛮有缘的。对。黑顶是几号？好，19号，19号。不合群嘛。你们比较瘦嘛，我们比较胖。比较瘦。好，来，我们有请握手券3号的粉丝在哪里？拍照券。拍照券3号的粉丝在哪里？哦，你是几号？你是3号，来来来，先让我们家拍照，拍照券，来，那这个拍照券这个是13号，13号，刚刚那个他是13号，哎，那3号的人在哪里？这边，3号，拍照券的号码记得秀出来，我们 Tandy 的19号在哪里？粉丝们，赶快确认一下你的号码是几号？19号，19。这个机会很珍贵的，是一个人，一样很帅的19号，19号，19号，有人是19号吗？19号，没有，我们要重抽了哦。来，箱子再帮我们拿出来一次，19号，大家很想要上来补这个19号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来，再确认一次哦，最后在抽奖箱出来之前。再问一次，19号在哪里？我们推定的19号。19号，19号一次，不要害羞。19号两次。来，不要害羞。抽奖箱请，可惜了。不要害羞。待会我会好好来看一下19号是谁。来，再帮我重抽一张。来，放回来就可以了。来，不好开，来工作人员帮忙一下，帮他打开一下。不好说。没关系，撕破就算了，看得到上面的号码就好。1号，我听到有人在喊了，还想要几号？都是一。来，打开了吗？一号，第一排。9、8。没有的话，我要一点哦。来，已经开了一半了。来，我们 Tandy 配对到的是谁？谁？大家好想知道是谁？12号，很瘦的12号，很瘦。你这样讲，人家压力更大。来，12号在哪里？后面。在哪里？后面是你。来，出来了哈，12号。来，我们请配对，请站好，请帮我站在。来，这个是好。那我们待会的近距离的贴身互动，我们先从谁开始呢？先从我吧。好，先从你开始。来，那我们先请两位，我们先旁边稍微休息一下下。来，刚刚配对到的是谁？来，是你，3号。哎，还窃窃私语吗？讲悄悄话吗？来，这是你。大家知道配对要怎么配对吗？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是给粉丝这位小姐，这位小姐可以吗？都可以啦，来，那妹妹你上台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先出现来我们的产品，我们第一个是妹妹，来，妹妹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你的名字叫做什么？绰号？牙套妹，记得哦，牙套妹，你今天要配对，有没有很紧张？很紧张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接下来先递一个小法宝给你，来，是我们的包包，来，对，
来包包，这个你先假装背着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们接下来有情境哦，我要考考你哦。对，然后照着我们的情境走，来，我们帮你拿，来，你先背着包包，准备了，我要来讲情境了哈，我要跟他们一起哦哈，你们两个在这个情境里面扮演的是情侣，我会被告吗？这样会被告吗？当然不会啊，那牙套妹多可爱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待会要准备了，情况就要开始了，来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牙套妹背着我们花丁花丁的后背包，跟我们的洪正呢，要开心的去逛街，像情侣般的逛街，逛街。逛街，哇，逛街，可是情侣逛街是不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吧？来，等一下，你的包包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请让我拿。好可爱哦！这么麻烦，因为这样，我才能牵你的手。为什么有一种不是爸爸爱牵女人？没礼貌！你是在说他老对吧？我听得出来啊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有点自己加戏的感觉？来来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来，我们不用握手了，都已经牵在一起了。好好，啊，你们先留着哈，你先待会一起大合照啊。来，方哥，第一是吴伟俊。来，第二号是你。来，二号是帽子。帽子，来，这个帽子来先拿着哈，这也是我们哈丁哈丁帽子。我要来出考题了哈，来很紧张吗？看到刚刚这样子有没有很兴奋？来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绰号是什么 ？Wendy 跟我们 Teddy 是同一挂的名字 ，Wendy 跟 Teddy 一样的，对对对。来，我接下来要来出考题了哈，这个帽子是让 Teddy 先戴着的啊。来，你先拿着就好。来，你们的现场呢？我们是要准备了哈，我们是来到阳明山来看花，看花，看风景的同时，其实花很美。他也觉得，哎，手上的帽子好像也蛮适合。哇，他脸红了。来，就等于说戴帽子起来，好像蛮可爱的。来，这样先戴着，先放着，对，这样就好。这样其实就蛮有街头风的。来，可是这个时候呢，戴帽子因为人觉得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一起跟着花景一同来帽子，还有来自拍一下。你们带手机，给你的福利，只有你可以这样自拍哦。我帮你加戏一下，只有他可以自拍哦，真的自拍哦。有拍到吗？有，可以哈，来来来，好，谢谢。我是来到了电影院，哇，包场是不是？对，只有你们两个正在一起看电影，看终极版。好，可以。冷气很强，哎，很陡。我的粉丝是不是觉得很冷，很寒冷？寒冷的时候，哎，有看到吗？很冷怎么办？我们前场看到很冷，哇塞，上面还刚穿完有体温的。还会冷吗？害羞，不会冷了。哇，那这个你就先披着，给你披十秒钟，有感觉到我们的温度吗？我觉得他已经讲不出话来。对，哎，忘记刚补了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他是日本人，他只会讲一点点的中文，所以不太懂。好，那我们先握个手好不好？谢谢。感谢我们的粉丝们上台呢，跟我们的 special 一同呢来近距离的互动。来，这个。
的时候呢，要请大家待会准备拍照跟握手的粉丝呢，要准备来排队了哈。